第一次咧係去到訪北京，咁啊作出一個咧係禮節性嘅拜訪嘅。咁我將會咧就係拜訪公安部同埋係國務院嘅港澳辦嘅係嘅領導，咁就向佢哋咧介紹我自己啦，介紹我嘅新嘅管理團隊啦，介紹香港嘅治安情況啦，同埋咧就係會討論一啲咧係大家都係相關一啲嘅警務嘅一啲協作嘅情況嘅。咁陪同我係上去北京嘅咧，就會有新任嘅副警務處處長行動啊，蕭澤仁先生。咁我亦都想講講咧，就嚟緊星期日，即係10月8日喺港島區嘅一個嘅係一個公眾嘅活動嘅。咁我哋警方咧已經係發出咗一個不反對嘅通知書噶啦。其實我哋警方咧一向咧都係尊重市民係表達意見嘅權利嘅。我哋對於一啲和平有序同埋合法嘅公眾活動咧，係都一路係會係盡力去協助嘅。咁其實當市民咧係可以有個喘息機會嘅時間咧，我亦都希望呢啲嘅暴力人士咧，你都真係停一停啦，唔好再作出一啲咁嘅係非法嘅行為。